一个小时，拉十回来就还你十块。一个钟头，你拉车翻来咧，我就俾翻十蚊你。唔系拉咧，同埋退十翻十蚊俾你哋噶喎，知道冇？十蚊只个钟。踩我，而家六掟仔喎。走紧去，迟车啦。哇，好爽啊！ 哎呦，别打那么大声！我们骑不了那么快的。想等你了。加油！啊，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广西桂平金田洪秀全起义博物馆，金田起义博物馆，太平天国。 大家也可以过来玩一下哦，这里好玩的地方特别的多，还可以骑这个单车。哇，你看，非常的漂亮。 头先冇几多睇，几多点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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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便秘的、肠胃不好的、消化不良的，都来喝吧。喝了身体舒服不的。可乐喝椰子汁，累了也喝椰子汁。有一点点白，喝出你的健康，喝在你脸上漂漂亮亮。虎王牌多种氨基酸和胶原蛋白。可不可以等一下给我自己卷一个？你自己卷了？可以啊，但是要注意安全哦，这个。怎么注意安全吧？这个会飞起来的哇，如果碰到的话，这个对，是这样。碰到它。啊。反正就是这样卷卷就行了。啊，那可以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你就卷，你就卷就行了啊，好不好？我倒下去你就卷啊哈。走过路吗？哇哇，喜欢卷的什么样都可以啊！纯天然的虎王牌椰子汁，现榨现卖。太爽了，怎么那么大个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漂亮漂亮！天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哦，这个是你自己做的，你的杰作啊！走过路，不错，好漂亮，像个地球仪。来自海南的路上点，纯天然心疼宇宙，有益健康。过来帮忙一下先吧。给后面的这个先下啊。我要拿高蛋白，经常喝椰子汁，有利于健康，强身健体，增强免疫力。我是小凤，先让我打包一点腐竹还有米粉。等一下呢，我要去我同学家，因为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一个好姐妹来的，也因为她嫁得比较远，所以她现在暂时没有空回来。然后我就替她去她家看一下她妈妈，因为她妈妈那个脚受伤了，顺便拿一点东西看一下她。买点，还是挂到第一看，看这个糖。
这个能有点卷。亚大曼子。包小干嘛？腰还要看这个。哎呀，你听过这个什么腰啊？这个要小。腰围那么大。腰围就两公分啊。腰围两公分啊。蛮大嘞。两蚊叫咁样买呀？买多少钱吧？两蚊三。两蚊三，赚你三个人咁。两个的瓜。不平啊！朋友屋企买苹果好啲啫喎，系啊，天天买西瓜啊，我问，西瓜都可以吓，边头我有西瓜嘅苹果，苹果啊，你有边边啱乜嘢喎？乜乜乜乜有啊？唔买。系咁嘅招就电话，咁嘅招就咩啊？应该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成果冇喎。未听过，你哋真系香到唔要啊！第一次见嗰种花喎，次次都人咧，次次都菠萝花噶喎，嗌咗野樱花系嘛？啊！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花？你看这里有一个。你走啲啊！而家得咗啲料咪好啦。扯去啊！阿急杀了阿转转翻来。咁你哋咁样跪埋入去系嘛？诶，都系咁压跪咯。跪俾嗰只冇嗰啲嘛？你嗰只只个？你嗰只。咁你有几耐嚟噶？而家两个半月。两个半月。开分翻嗰度嘛？话你几时得得闲翻？几多拖？冇得闲翻。拖热佢咪得闲。系啊，佢又惊惊，佢又惊冇得闲翻嘅，我来睇睇上面系啊。佢又佢創業啦，冇大。係啊，嗰幾個嗰啲。我而家個得嘅農大粒呢咧。係啊。啱啱掹過四人五人，冇反啊到我呀。掹過四人五人都淨係創業鋪。而家阿啲仔女個個都去外面咯。係啊，個個都去。而家你得你哋兩個坐屋企。係咁話。咁平常時煮飯煮菜就等。叔叔煮的喎，冇係個，冇食得住，都唔係我煮。初初阿侄女咁樣喐得時係大隻妹姨翻來嘅，之後聽明啦，只農妹姨落喺個阿啲廣東嘅，俾我煮嘅。係。阿咁叔叔要辛苦啲咯喎，而家照顧喎，照顧得到啲幾都係出我哋夫天工啫個。我哋有公司就去做法人，揾翻副食費。啊，副食費。需要做乜嘢噶？你嗰間？充電啊，加加電。充電啊？啊。充乜嘢電？人體充電。時間即充電啊？哎呀，这有点麻麻的个喎。哎，你对了就麻麻的，你的 ID 个有点麻的，你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哈哈。来干嘛？刚才让你来，你来。哦，佢又大夫驾嘅了，冇电都大啦。你而家讲电住电住嘅根本都冇有电系嘛？啊，咁啊有电，你做咩嚟？屌你！唔系，冇关系个。咩有电噶喎？冇关系个，你做呢个啦？做呢个冇关系，又冇关系。诶，做咩麻麻啲喎？麻你都挨入电嚟。你的电脑叫做马哥，你的电脑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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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哥，你的电
问你妈俾佢搵翻嘛？你电喺度噶，几码嘛？系啊，麦登都电啊，叫做密码噶喎。嗯，传真通电啊。你冇俾佢攞打入喎。阿家姐姐，大家都就电。阿家姐整电噶系嘛？啊，这个。你阿刚哥两张病人先，你两个坐埋，咁你我挨到你咧？我前日挨到咪冇事嘅咧。佢哋挨到我就直电。挨佢哋冇事就挨到大家都直电，系咁样咧。你成派个铺垫嘅嘢。咩？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高科技的东西，人也要充电。三只嘅咧，我有一只。阿刚，阿半。阿黐电见耐，半个钟打电钟。我本人都系40分钟，所以冇算充咁耐。